锁上去，那个房子按一下，各位进去之后就会看到有没有范本。不过说真的，心智图思考这种东西，我通常不太喜欢用人家范本，会怪怪的啊，因为不是你自己的想法，所以我通常都用最简单的空白的。好，点下去有没有不同样式可以选，你就看你要哪一种。我通常都偷懒，我就用预设的就好了，因为我要思考用的而已。有没有中心思想就出来了？那就先等各位一下喽。继续之前呢，我们先介绍一个网站，就是在这里，大迷路走地图。哎，这个网站很特别，它所有的东西，包括读书心得，包括它的看到的事件的想法，通通都用心智图去做整理。所以你可以找到我们这边有没有一个叫大迷路走地图，这个点开，这是它的部落格。翻转教室的，还有的是他的学习心得。好，那你看 SMind 可不可以变成线上的？你可以分享出来。好，分享出来之后呢，哎，就在里面，他就把他的思考的这些心智图方式把它秀给你看。好，这边太大，在这边缩小一点，缩小一点，这样有没有看到？那你说这种的，跟你平常写网络上找的，或找一个就是那个。自己复制贴上差别在哪里？因为这个他自己思考过，对吧？自己整理的跟别人整理的就是不一样。虽然你用拍照的，用 copy 的很快，但是那个忘得也很快。可是这个因为自己重新思考过，你会记得比较多。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右手边有没有轻松谈话技巧？这个是他读一本书的，所以呢，他就把这个变成一个心智图，因为他。这个网站它本身就是那个 SMind 的一个中文的推广网站了哈，所以它有很多这样子，按按铃，拿回来一，这样有没有发现它都是用这种方式去做整理？好，所以蛮特殊的一个网站，好，蛮特殊的一个网站哈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SMind 的，当你有这个主题之后，你要延伸出去怎么延伸？你可以按右键，也可以从上面这里。有没有？Enter 或是这个插入下一层，好，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快速键啊，就是键盘上不是有一个叫 Table 吗？大写的下面那一个叫 Tab 嘛，你用这个也可以下一层。Enter 就是那个好，来，比如说，哎，各位，现在什么日子快到了？圣诞节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的主题。这样可以吗？啊，你可能就想到很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按一下 Enter，有没有下一层主题出来了？这种活动要从早上搬到晚上嘛，所以你可能有白天的活动，有晚上活动。好，那如果你要以这样子来讲的，哎，我用白天跟晚上的，好，那你就再去思考白天有什么活动，晚上有什么活动，对不对？这样按 Tab，有没有下一层跑出来？按下键盘上的 Enter，有没有同一层的继续出来？那这里也是一样，这样出来。你出来之后呢，万一这两个有一些相关，你可以怎么样？上面这有没有这个关联线？按着它，按一下。哦，这两个有点相关，你自己的再调一下，再调一下，这样了解吗？当然，右手边这些样式你都可以改哦。有没有发现？你的这些样式都可以改变。好，如果你觉得哎这样子。结构不怎么 OK，没关系，变成组织图，有没有马上变的？这边变成靠右边的，逻辑向右，这边靠逻辑向右，有没有马上就改变了？而且这些线有没有跟着改变？这样就进来了。那在这里呢，如果这两个比较有相关的，你还可以做一个概括的，有没有？像这样卷起来盖刮的，甚至呢这几个你要特别留意的，它也有这一种，是框起来。心智图的目的就是你会发现软体大部分都会比较灵活。如果你有用过微软的组织图，你就知道一点都不好用。好，它的组织图确实比较弱一点，适合用组织图啊，其他的就不行。好，可以像这样子。那么，请问这样子还可以做什么？
你有没有有时候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？请问皮卡丘的绝招是什么？上课不能用，不能问皮卡丘问题吗？十万伏特，啊，还有没有？还有个速度很快的，那叫什么？哎，各位，哎，对对对，哦，终于有同学，我们的年龄应该没有差那么多吧？电光一闪，各位，你没有这个绝招，但是你有灵光一闪，好吗？所以，如果你有思考到一个主题，可是我又觉得不知道放在白天好还是晚上好，怎么办？你就在空白的地方抖抖两下，好吗？抖抖，有没有一个叫浮动主题？哎，所有想法都可以记录下来啊，搞不好以后这个你看，点一下，有没有一样可以延伸？等到你觉得可能可以放在白天哦，我就把它拉进来，有没有变成拉进来到它里面，或者你放外面都可以，这样有没有进来了？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活动有点困难，拿到旁边，下次再说，这样可以吧？所以浮动主题其实还蛮好用的，也就是说，其实你在规划阶段，我们要广纳意见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先预设立场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没关系，你先讲出来，那我们再根据这样的方式去做调整。好，你可能也许有预算的限制啦，或者有人数的限制啊，还是场地的限制，你再去怎么样？再去看看怎么做调整，这样是不是就比较方便？那另外你找一下右手边，如果你有活动顺序的，你看有没有这里有插一根旗子，按下去。好，啊，这个是顺序一，你就拖出来，留这里好了。有没有进到里面的？顺序二，丢出来。这样就好。那万一这有变，按下去有没有可以同一类型的可以直接调整，你就可以改变一下，或者你要插旗子，这都没有关系，丢进来这样就好了。那插图片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。最简单的方式当然你就找这里，好，找这边啊。其实平常我都是这样子，我偷懒，我都在这边。如果呢，比如说这里同学问的问题，我就用抓图软体把它抓下来。好，复制起来，我就可以在这边，比如说我放在这里，把它贴上。好 ，Ctrl 加 V 有没有进来了？好，那如果你贴不进来，因为有时候你如果用剪贴布的方式贴不进来了，你就用右手边这个，有没有插入图片？意思一样。好，你就去找自己的。好，所以我就从这边这样放进来，你还可以放大或缩小。那如果你要放到里面来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你看我丢到这里面来。你靠上面，有没有发现图片就在上面？往下一拉，往下一拉，是不是图片在这边？上下左右都可以，所以你也可以有图片进来。这样有没有稍微对我们的 SMI 的有点感觉了？交给你试看看，好不好？先玩一下。记得按滑鼠的右键是平移，好，那你就 Ctrl 加滑鼠滚轮，就可以把那个心智图进行缩放的动作，好，缩放的动作。